由于狗子为了护着自己的安全，不幸被丧尸咬伤，男人绝望地把狗子埋葬好，准备去找夜魔进行最后的决战。这天，男人来到了商店，跟人们进行告别。Promise, my friend. I will say hello to you today. Hello.短暂的告别后，在这沉静的夜晚，男人此时的内心百感交集，眼神中透出着满满的无奈与绝望。来到了夜魔的老巢，男人撕心裂肺的怒吼着，踩紧油门使劲的撞向他们，想跟夜魔们同归于尽。对了，听说评论打出前方高能，会有意想不到的彩蛋，长按点赞也会有惊喜特效出现。我们回归正题，可是夜魔并没有显得那么无脑，而且在夜魔首领的带领下，都有顺序的一批一批的上。男人的车被撞翻了，夜魔首领缓缓的往前凑，即将接近男人的时候，身后突然射出了一阵强光，让夜魔仓皇逃离。恍惚间，男人微微的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随后昏睡过去了。等待男人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竟躺在自家的沙发上，伤口也被简单的处理。男人疑惑的走到餐厅，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对母子。谁能想到寻找多年的人类终于有了眉目。女人为男人做了早餐，表示自己是听到广播前来的。男人孤独无助的内心终于得到了一丝欣慰。好了，影片到这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